我这边让恁看的，不是我看的啊。啊，来，所以这是三格。啊，这宽度是七。啊，老师刚才已经数过了。为了节，为了让我们录影更顺畅哦，老师刚才已经数过了哈。要控制格。啊，所以这里是八格。哎，拜托哦，下次有错，啊，紧讲的，好不好？那我画到足欢喜的，个个是唔对的。好，来，圆心是这边，啊，五，啊，在这里，圆心在这里哈，所以它，我们算它是半径是三公分嘛，直径是六公分嘛，啊，因为我们缩小二分之一，所以找三十的。啊，找三十的，好，所以在这里啊，所以这边画过来到这里而已哦。啊 ，OK， 所以啊，所以这样像这样子啊，一样，它这边有切一个斜坡。啊，所以我们这边一样，把它这里讲，这边是 A 面，这边是 B 面，啊，哎呦，这要特别注意哦，这是两格哦，这边是一格哦，不要被骗的哦，哈、啊，所以一样对上去，这边把它对上去，哦、啊，这边是两格，啊，所以这边一样，这条虚线，啊，整个看得到。啊、哦，它是往里面，啊，所以这里是像这样子，知道吧？所以 A 面是在这里，再来换 B 面，啊 ，B 面记住只有一格哦，啊，好，再来。好，这边就没有虚线了。好，这边就没有虚线了嘛，所以这里虚线只有这样子。啊，好，再来换右侧视图。啊，三公分。欸，您感觉未感觉迄个电风很差的啊？好，这边一样。啊，要对过去。啊，这条 A 面，再来换 B 面。啊 ，B 面是一公分哦，哈、啊。好，这样子画过去，这里是 A 面，这里是 B 面。好，其实记住哦，它没有刚好在这个点上啊，所以这里其实是错开的哦。啊，有时候联考就是在看你这个有没有很精准，所以他这里要错开哦，知道吧？啊，所以这里 OK， 哎，对不起哦，这里要整个到底哦，他这里是错开的哦，这两条线是错开的哦，知道吧？好不好？这是错开哦，啊，好了，三视图画好了，接下来。还有，等一下，哎，对，还有一条，这边，对不起，这里还有一条，啊，这边要对过来，啊，这里，啊 ，OK 了嘛？哦，等一下，啊，对，上视图也有一个，这边。要对上去嘛，哈、哦，好 ，OK， 知道吗？好、哦，三视图就有这些线，再来尺寸标注一样，啊、哦，我中心线用蓝色的画啦，
好，因为中心线基本上等一下会当做尺寸界限，啊，所以我先把它，好，直接延伸出来一公分，啊，这边，啊，再来换这里。 好，这样子，欸，这蓝笔不好，再来哈，尺寸标注开始哈，好，两端是2公分哦，好，这些尺寸都不需要知道，好，这个知道，这里知道，好，再来换这里，深度。 啊，这边就一样，要延伸出来哦。这里也一样，有没有？好，哦，一起画。 再来，换宽度，啊，宽度我从这边开始好了，啊，一样2公分，啊，这边都不需要知道，只需要知道这一个圆心，还有这里，啊，记住这里要从这里一直延伸到这里哦，啊，知道吗？ 好，怎么样？啊，好来啊，一样，这里就70、20，啊，这里是50，这里是80，这里10、10、30，好，再来就是圆心，哎，没有，半径了哈，半径，记住哦。 你半径不准画这样子哦，直径啊，你不准画这样子，一定要是圆的部分哦。好，像这里，啊，这里，好，所以我稍微调一下，这次我就写在里面，直径60。 好 ，OK， 啊，这就是这一题的答案，可以吗？啊，对，中心线模，啊，这个比较淡，我从，好 ，OK， 啊，这就是答案。